不行，能不行？别，我跟你说，今儿个没错，别说了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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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年了，能不急吗？再说我都上听了，就差胡了。听啥呀？媳妇儿呗。这回啊，人家介绍那条件老好了啊，整明白了马上就能胡。那就跟着去呗。二姐，我不是紧张吗？二姐，我这一紧张啊，就掰不明白章，那掰错章了，那还不得那个给你点炮啊？你去。哎，你看你二姐，你个啥玩意？你说你三句话不离麻将，待会儿那女孩来了，一看你是个麻将迷，还不得跟你黄啊？那我。我也不会说别的呀，不会说别的，别搞了。哎呀，阿姐，面子事儿，面子事儿，阿姐，阿姐，你这人，哎呀，事儿办成了，我马上给你买个新麻将桌，省得老用你家那破饭桌。真的？嗯，说话算数吧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不是，那你说这事儿我咋帮着忙啊？你想想办法呗。那，要不真的，你吧，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。你要一说走嘴，干，我就喊岔岔。你立刻改口行不？你喊差，对，我就不说麻将的事儿。对，记住没？就这定了。在哪约会？就这儿。人呢？哎，人呢？哎妈，来了！咋？哎呀，哎呀！对呀，哎呀，个挺高啊，像红中啊。那就犯病了。啊，差。哎，那个西高个这不是挺好使啊。哎呀，为了让我妈心里高兴，我好赖今天就处一个，就当瞎猫碰死耗子。妈呀，死耗子来了。这哎，你来了啊？这咋多一只呢？这啥？这个我和他那个都是麻人。啥麻人？还腰骨呢？这是新词儿啊。养鸟的叫鸟人儿啊，养狗的叫狗人儿啊。打麻将的不管什么身份，不管多大年岁，麻将桌前一坐，统称麻人。哎呀妈呀，大哥你挺难整词儿啊。啥叫麻人？我咋不明白呢？不懂啊？嗯，不懂。麻人，麻人分成波，玩是一张桌，吃饭一个锅，麻将一摸，乐乐呵呵。对，边打牌边唠嗑，天上地下孩子老婆，国内国外影视名模，有话就谈，有话就说。哎呀，啊，那个我是他二姐啊，啊不。我二姐啊，二姐你好，你好你好，哎，快坐快坐，哎好，请坐，哎你也过来坐吧，快，哎呀，坐这儿，哎快坐呢，这两家咋不开门呢？该你了，啊，你先说，不会看打八万，差，那个什么挺。挺好呗啊，挺好的，你也不错呗。我那个啊，挺好，我知道挺好。哎，干啥去？干啥去？磕碜呢，在这笑话我呢。不是，笑话你也不能走啊，快点跟人。大哥啊，你除了工作以外还干点啥呀？没啥事儿，就搬砖砌墙。哈。啊，这么说，大哥你还挺勤奋。除了工作以外还能打一份工哈。是是是，那什么玩意儿，你咋不说话呢？说呀说呀，往下说呀。他点炮。笑啥呀？你咋越来越添毛病了呢？你别在这。大哥啊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不是爱打麻将啊？啊，差。别差了，你也不用演戏了，这打麻将有啥呀？那咱就唠唠麻将得了呗。啊，你也爱玩麻将啊？啊，那白差了。哎呀姐，我跟你说，那现在打麻将才叫时尚呢，真的。不管你到大街上逛一逛啊，街头巷尾那全是麻将。现在那谁不爱玩啊？
不管是老头老太太，还有借饼零用卖菜的，什么开店的、摆摊的，旁边还有卖单的。有的时候吧，那卖单的人呢，比打麻将人的都多，真的。我们是哪的呢？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说麻将桌一放，啥事儿都忘；麻将一摸是乐乐呵呵，麻将一打是人生潇洒呀。哎呀，这么像你也是麻人，麻人。咱们真人不说假话，正宗麻人。哎呀，那麻将就好了，这麻将闹得挺累乎的，你俩接着闹吧。哎，啥意思？我那意思是说，你俩就着麻将闹亲事儿，省得紧张没有词儿，明白呀？这有啥不明白的？大哥，你先出牌来，你先出牌吧。这没麻将出啥牌呀？哎呀，让你先说，不懂啊？也这明白了。哎，那啥，那个，我这副牌你不也看着了吗？看着了。相当于那个五万。啊，就是个矮。原来这是白板。啊。现在变三万了，有抬头纹。嗯。这大哥挺幽默呀，真的。手里吧，有横有竖。啊，就是有套房子啊。一套户，六七八条。啊，哎，你这不有妻有媳妇吗？这不是。那个什么，那瞎抽匣嘛，把七条打下去了，给人家点个重炮嘛。就是离婚了。啊。啊。哎呀，那啥，没酒，有个小妖姬。啊，没酒就是没老人。啊、哦，那小妖姬就是他家有个小小子，问你要不要。啊，这得看我糊不糊。大哥，你还有啥呀？哎，还有叫发财。啊、哦，我明白了。这发财不就是小的溜的有点存款吗？对呀，那你这边呢？哎呀，我这副牌可一般。有九条没九饼啊，没爹有妈。二五八不靠，二五八还有个夹，四三不靠。没亲戚，但是我有一对发财。哎呀，钱够花呀，牌不错呀。那是，那啥废牌呀？那是，抓哪张都能入手呗。那是，妹子，想开门不？咋的呀？哥给你打一张。吃了你这张牌，我打啥呀？呀妈呀，打啥不打啥，主意自己拿呗。真有意思，那万一要炸糊了呢？啥意思？他不放心你的人品。妹子，放心，哥绝对是好人，愿赌服输，随叫随到，绝对不摔牌不骂街。你打啥时候，哥陪你啥时候，咱真的？那当然。那好人啊你。不对，啊、咋的了？你说的那是牌风。咱通过牌风，那就看出一个人品嘛，对不？姐，他说的对，你说的不对。确实，一个人就是这个牌风就能看出人品，对不对？对大哥，你这副牌不错呀，那为啥老给人家点炮呢？是不是水平不行啊？哥不是水平不行啊，哥有点耍大勺了。是吗？哎呀，你听我点的老好了啊！我坐桌，一手好牌呀。是啊，我咔嚓一下。开门了，叭扣个暗杠，后面一抓，哎呀，糊了！这神了，多好！这牌，多好！是不是？我看我点的太幸了，字墨不糊，小的不能要了。我糊大的，我抽个夹，一打，大吉，给人点了个重炮，点了个飘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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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我干啥呀你呀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回头我心脏病都犯了。你臭，我你太臭了，这麻将打的呀，哪你这么玩的呀？姐你听着没啊，坐庄对，暗杠是杠开对，飘，你说你给人点个飘，这麻将你都不胡，你还玩啥呀，大哥呀？这麻将也太要不人家咋管他叫该输省上前线，老不迎乡小宋村，姓史叫使劲操呢。你才使劲操呢，那天就我自个儿赢，知道不？还就替你赢啊？我赢啊！赢。三九天在外头，
你迎风吧。你才迎风呢。我告诉你啊，谁要说我麻将臭，我跟真急。哎呀，你臭臭就得承认自己臭。那我跟你说大哥啊，你咋打麻将这玩意儿必须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。那是真的，记性还得好。是你得记住上家打啥，是下家要吃啥，对门能胡啥，那才能行呢。太对了，就你那老低头麻，总瞅自己的牌。再说你这眼神也不咋好，戴副镜子，就是搁旁边给你支个1000度的灯泡，你抓张牌，夸这么看也完。可不是，真的。不行，咱俩打8圈。你16天谁服谁？8圈行不？我跟你说，16天，咱俩看谁臭？你打几天我都不看，你看这百分之百就是他，咱俩看谁臭？我擦呀，擦你个头啊！谁臭？你先臭。咱俩打8圈。从来呀！您俩是谈对象来了，还是打麻将来了？整完了。我跟你说吧啊，这麻人在一起他不能唠别的，你别挑啊。我也这样。大姐啊，问点事。啥事儿？他用啥离婚呢？啊，那让他自个儿说呗。哎，用啥离婚？还乐呢。那个啥，我吧，那个啥我吧，完了又犯病了。我停，还是我替你说吧。这不这回事吗？就用那把牌，心脏病犯了就住院了。他一寻思，这家心没底儿了，完犊子了。我给我媳妇儿提前写个遗书吧。结果他媳妇儿看完遗书，二话没说，一出院立马离婚了。是吗？啊，哎，你那遗书怎么写的呀？自个儿说说咋写的？那啥呗，我那个啥，这个。我吧，是这么写的。万一，我要有那么一天，你领着孩子去看我，也不买什么鲜花，也别烧什么纸钱儿，你就拿一副麻将，给我摆上一副好牌，俩杠一挑，手把一单砸腰饼，你就拿个腰饼给我点个泡。你让我胡把满贯吧，我就死了也闭眼了我。肯定能闭上眼睛。真的？为啥呀？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媳妇儿不给你点炮，我拿药饼给你点炮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是麻将闹死魂了呀！这麻将桌是指定到手的，你俩先说定了，我玩去了啊！哎，大姐，哎，大姐，哎，二姐，二姐，那啥，那啥，啥事儿啊？啥事儿？你不行，哎，刚才你俩不唠的挺好的吗？这，你看见你上麻将了，那生活肯定过不好啊。工作也难找啊。还想奔小康啊？给他当媳妇儿准没好啊？那你俩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不行呗。啊？麻人，麻将才是他的魂儿，只能当麻友，不能当爱人。哎呀，哎。我这三缺一，你们谁来呀？我来。